差不多了，下次你来，你要想刷的话，整个钻粉加老多亲密度了。这个补了，大的这个补了，大部队友帮我扛了100的伤害，我本身有100，他打了我190的伤害，他妈的四级甲就是牛逼，大队友补了，看到没？他队友先死了，队友本来满血嘛，然后他把他队友干了，我才受到伤害，要不他一直帮我扛伤害。就这个房子你知道吧？这个房子有个特性，就是你背人，对面绝对打的是你的，是你的这个。背的人你知道吧，这玩意儿不知道咋回事，我今天都好几次了。我操，吓我一跳啊，我还喷不倒他了，他妈的。因为我没腰射，我喷我的喷度也有点水你知道吧，精准度，因为我没有腰射嘛。不过结果还是 OK 的。但其实我如果不背他的话我早死了，他伤害早就打够了。真就是四级甲扛伤害呗。他早上刚才进楼里边去找我，我把队友绑架过来了，你知道吧？这边叫什么？这边直接偷他家了，把他家给偷了。这波怎么能说是无耻呢？这波是完美的利用了扛起功能，把扛起功能整得完美啊。完美前期。直接去这儿，这儿好，来。出什么任务都够了，我是说这个你的亲密度，你的亲密度，就牌子的不有一个亲密度吗？就你今天不是刷了个飞机，
咱们的那个亲密度升的差不多了，知道吧？起跑歌。噔噔噔噔。空投来了。靠近空投这么老远，但前期的空投是最好捡的，后期你拿不到了，主要就凑凑热闹。对，多了牌子也真无聊。走吧走吧，万一他们不要呢？万一他们正在打架呢？还是等级也不是也没啥用，按道理说，好看的，升牌是好看的。双下还有一个，他们还有一个，他们本来是炸死的一个，就一个了。这家伙叫一穿三，包他妈有点多呀！这，我是来拿空投的，我不是来杀人的，空投呢？应该被前面的队拿了，哎，一场空啊！还有246名敌人，目前已经单人试拍竞技模式九杀了。山上有一队兄弟们，这个山上啊、哦，哎呦，感谢我气泡哥开通钻石粉丝，说开就开呀，老哥，大气。你看呢，你现在这弹幕啊就很有用了，你弹幕就会变色儿了，贵宾就在前面了。谢谢我气泡哥哥的钻石粉丝，今天第二位钻石粉丝来自我们气泡哥哥，真不错，么么哒。哎，气泡哥怎么没有房管啊？来，给我七宝哥上一个房间管理员。
房管在安排上啊，对吧？这样的话，你的那个，你的那个一说话，那个头衔就很多了。OK 了。来，去看圈儿，这个圈儿非常不错，而且上面这对攻击性没那么强，他们还可以帮我们守点，知道吧？但是他们都在对狙。在这儿蹲着嘞，还能去哪儿呢？看一下啊，这房区很多，我看我能不能搞点事儿啥的啊。看人了，220，还是呢，拿他没啥办法呀。你看，就看到人了，也拿他没啥办法呀。来，五缺来了，哦，把我说出去了。但是前面是防狙还是卷儿？你一下，我操，这什么玩意儿啊？这。这点混都要他捡了，那岂不是多一套？没有狙难受耶，难受呀，吗啡。刚才捡骨头都没人打他，说明这个房区人很少啊，也就两个三个，估计就俩。怎么又有一个人去了？好，三台全没，他现在被我锁在这了。
他死了，他被捕了，人杀逮捕了。这个十八 cm。完了，这上边是圈，我是摸上去呢，还是开车开上去呢？开车吧。谁打的我？楼上一个，你，我操，这个人一个人呐，我就说这个位置人少吧，三级头造熟了，我的天啊！这就让人很舒服啦，是不是？还有七名敌人，目前已经完十杀了。死了，被维克托杀了。这他妈维克托在哪儿呢？这是维克托配 VSS 有一个。都他妈消音了，这人在哪儿呢？好像就是他。是他吗？这个 ID 是他吗？兄弟们。这一二一八是那个 VSS 吗？维克托死了是吧？那就 OK。
我操，这人这么会玩，一直疫苗。这边还有一个，二打二打一。左边俩，右边俩，二打二打一，兄弟们，就我们没有队友啊。人家都是俩俩一起的，成双成对的，就我们一个人孤呱孤呱。打没化妆的。对，刚才打我头那个有可能是个挂，有可能。为什么右边在炸雷呀？不应该呀，他在炸我应该是。直接把他们直接干了。这一枪牛不牛逼，直接一枪爆头，找到机会拿下单人试牌竞技模式狮子杀射击九百圈，意味是找到一个机会直接冲了他们，兄弟们逐队击破，我们是冠军。少六少爷波呀，烽烟丢雷也是很细节的，兄弟们细节拉满了是吧，我们是冠军。大家有想提高游戏内的帧数的兄弟们，可以加屏幕下边微信提高二三十的帧数啊，兄弟们。然后现在任何人加屏幕上边的微信，免费领个皮肤啊，给你们看视角盛宴，还给你们送皮肤，就是这么牛逼，兄弟们。我们是冠军，帅。
的地带，的地的的的的。1, 2, 3. 知不知道？金钱看齐，墙上写着金项链的32岁了，装个当朝驸马郎的齐君王啊，满皇上的徽20岁了，装个当朝。金钱看齐，墙上写着金项链的32岁了，装个当朝驸马郎的齐君王啊，满皇上的徽20岁了，装个当朝。If you feel my love, can you hear my thoughts? Can you feel everything? And if you hear my thoughts, can you feel my soul? Can you save it too? You're not the one that I need to stay high on my feet. Don't need you to succeed. Can you feel that heat that runs through you? Can you feel it too? If you wanna lie to me, you must change the vibe. Kiss me with your drugs, it'll be just fine. You never see yourself just the way you are. Don't come back and cry for me, cause you've gone too far. If you wanna lie to me, you must change the vibe. Kiss me with your drugs, it'll be just fine. You never see yourself just the way you are. Don't come back and cry for me, cause you've gone too far. If you wanna be with me, if you wanna be with me,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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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You must be the way I want. You must be the way I want. You must be the way I want, baby. If you wanna be with me, if you wanna be with me, if you wanna be with me, baby. 来喽！金钱看齐，墙上写着金项链的32岁了，装个当朝驸马郎的齐君王啊，满皇上的徽20岁了，装个当朝。金钱看齐，墙上写着金项链的32岁了，装个当朝驸马郎的齐君王啊，满皇上的徽20岁了。哥们儿，昨天做梦都梦到吃鸡了，兄弟们。If you hear my thoughts, can you feel my soul? Can you save it too? You're not the one that I need to stay high on my feet. Don't need you to succeed. Can you feel that heat that runs through you? Can you feel it too? If you wanna lie to me, you must change the vibe. Kiss me with your drugs, it'll be just fine. You never see yourself just the way you are. Don't come back and cry for me, cause you've gone too far. If you wanna lie to me, you must change the vibe. Kiss me with your drugs, it'll be just fine. Just the way you are, don't come back and cry for me. If you wanna be with me, if you wanna be with me, if you wanna be with me, baby, you must be the way I want, you must be the way I want, you must be the way I want, baby. If you wanna be with me, if you wanna be with me, if you wanna be with me, baby.来吧，24, 6, 8, 10, 12, 14, 16, 18。呀，都他妈一个人玩单人四排是吧？
而碎的。又是一个单人四排的，我靠，杀了三个单人四排的。OK， 直接完成四杀。今天上天上写的，是上了大三十二岁的的的的的。八料打满，哎，欢迎丈夫。
看雷达需要看那么久吗？我靠，一枪没中啊。哎，又是个单人四排的，那不还有一个呢呗？那里边怎么杀了五个单人四排的？打的是单排吧？应该不是呀、啊。绝对不是单排，单排我没有这么猛。你以为单排简单呀？啊，单排更难呢，都他妈老阴逼。我操！哎呀，都是三人四排的，真恶心呐、啊，兄弟们！我靠，恶心呐、啊！答应我，不要单人四排好吗？哎，怎么打了五个单人四排，还他妈有一个？哎，单人四排这个比较难杀，知道吧？都是单人戏牌，那怎么玩呢？
加油啊！啊，没跳人。鲅鱼来了。找把小喷子，只有配件没有枪，现在是只有枪没有配件。现在什么都有了，没有喷子，那能行吗？走，捡骨头去。别给他喷子，给我喷子咋的了？为啥不给我啊？没喷子，呼吸都有点困难了。阿成有 DBS， 不信你给他收光。哎，我从来没收光过一个防区啊。那不是我的风格，我最不喜欢收装备了。
梦愿走向天都不落泪，门关都上人可落泪。前面有人啊，这边1897这把喷子不太行啊。不如686。喷子狗都不爱，那可不是这个道理。狗肯定会玩喷子的，知道吧？喷子好用啊！我杀人！我要开启盾虾，马灰灰。山上停了辆车，S686EV4也很好用的，关键是看谁用，知道吧，马黑？你橙子兄弟用那是嘎嘎猛的。谁呢？加你微信了，同意一下，推荐朋友买号的，别急，我助理刚上班啊，一个一个回。妈了个巴子！刚捡的三件套，一下雷一雷没了。
never know. Had $1 million vibe in the body to go. Them birthday cakes, they stole the show. So sexual, she was flexible, professional, drinking XO. Hold up, wait a minute, do I see what I think I will? Did a thing, I seen shorty get low. Ain't the same when it's up that close. Make it rain, I'm making it snow. Hurt the pole, I got the bankroll. I'ma say that I prefer them no clothes. I'm into that, I love women exposed. She threw it back at me, I gave her more. Cash ain't a problem, I know where it goes. She had them加微信，好好的，马上同意你啊。好饭不怕晚。给我生个儿子，你跟谁说话呢？二四六八十，我操，有点多呀，这人。开竞赛，兄弟们，等会儿开，兄弟们，助理偷懒呢。等会儿，等他这个竞赛助理把偷懒偷完了再上。慢慢打啊，操你妈了个巴子，操你个猴子，必须把你先喷死。
小呆呆，小呆呆，我的宝贝儿。二人转，正月里来是新年呐、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呐、啊。哥们都已经三年没回家过年了，如果今年再一年的话，可就是四年了。DBS 到手，兄弟们，游戏结束啊！老粉丝都知道，我的 DBS 神一般的存在。游戏结束啊！橙子，你是干啥主工作的？我是做主播的，好兄弟。主播，请问你是什么工作的？主播是干主播的啊。这边有人，兄弟们，我干了！好，再来个假车库的。还是两个吧，哎，帅呀、啊！这些拿下双杀，还有车主，他们主要是有车，我早就听他们车了，知道吧？杀他吧，兄弟们！这空投跟人来说的话，这人什么时候都能杀，空投不点的话，就错过了呀。没拿手雷呀、啊，干！
啥玩意儿？狗都不玩。这就叫做狗不玩啊。这子弹肯定给他拿走。唉，去哪儿呢？就来这个亚洲库吧。好的，主播长这么帅，游戏又玩的这么好，怎么做到的？的帅，我承认是有一点。帅呢，我承认呢是有一点。橙子我要买，来个联系，我给你发过去了啊。小千，小千，请看你的斗鱼私信。小千别问了，发过去了，加这个吧，去吧。看到了 ，OK。橙子，我拉了会找柚子吗？什么意思？我拉啥呀？拉粑粑呀？谁来谁死，我的位置。副队长，双四排，我副队长在不在？副队长。来，双人四排，来玩一会儿，来，带你玩一会儿，来，队长带你玩一会儿，给你拉拉人气。为什么柚子最近不直播了？他回家过年了，人家都属于有年假的人，知道吧？我们这帮人呢，都有年假。除了我啊，人家都有年假的，过年都得回老家去玩去，然后他过完年我估计就回来了。过完年就会回来陪大家了。老板有个屁假呀，老板365天无休的。副队长你聋啊，我叫你双人四排你玩不玩呢？给个屁呀，
谁是老板呀？你直播间的名字是啥玩意儿啊？神秘嘉宾橙子，你说呢？那肯定是柚子老板呀。那肯定是茄子，肯定是西瓜呀。我操，这儿有人！这家伙啥意思？这是？两个人上对面。把自己炸了，哥们儿！别打野，别回去，这一波。哇靠，这人有点快啊，兄弟们。直接拿下一穿四，穿烟干死三个人，我们是什么玩意儿的？一穿四战神没毛病吧？帅。中心点来了，兄弟们，我们是中心点。哎呀，这圈说实话，这个山上咱们没打过啊，没打过一把。这个山上，这边倒有过，这边也有过，这边是一次都没有。我这辈子第一次，兄弟们。去炮楼，
去什么炮楼啊？不去。还有四二迷敌人兄弟们，卡毒边。这边有人，不着急啊，还有12名敌人，咱们慢慢等，等个圈，他们都在打架，咱们现在乱动的话就等于纯粹傻瓜行为，我们现在是渔翁之位，他们打完我们再上点。这要有副队长就好了，直接他妈压上去，操，各种乱杀，压不敢压，一个人太害怕了。到这边了，一个人还是有点拘谨。把子弹带的有点少啊，啥有点多呢？雷吗？再带个雷吧。这么远都能听到，你加我屏幕下边微信，帮你优化电脑，你也能听到啊，你照样能听到，知道不？这人数的话都在这边了啊，还有四倍敌人，又被一个酒吧可以想象了。呀，也没啥用啊，简直。来个妹控还行吧 ，MD3 正好。苹果十是怎么调？什么玩意儿的？
你电脑就剩一个螺丝了，能帮你调吗？给钱吧，给钱。你看那么小个人看那么准，那么大个空头看不见，落空头那一瞬间他又没有声音，这么老远他又没有声音，我怎么看得见呢？我又没有这个功能，呸呸，不对，我看不见，好吧，跟功能不功能没有关系啊，别跟他造谣了，听到没？说啥呢你？可以摸上去了。这他妈大盘鸡跟那么老远秒对一个，不是挂、啊？队长也别回去，卷卷来了，还有六倍敌人，大刀两个，还有四个，右边一个，左边一个，还有两个。不会他妈是一打四吧？哎，好嘞，
这是叫完成十杀亚军已经很棒了，兄弟们，兄弟们，那个人没打死他，那人好像是差一枪没怼死他，看一下回放吧。是不是没打死那个第二个？这人活的，这个人活的时间他妈太长了。DPS 太软了，打不着。直接来了把泰哥，无敌双人杀没毛病。世界太密了，支援等会儿开啊。行了，我建议你把那个运动模糊打开，真的。喂，听到没有？咚咚咚咚，嗯个屁！哦，那玩意儿你开了，肯定谢谢我的呢。哼，狗都不开。谁给他转回得了？这个让姐姐给他转回发支付宝。对对对，我操，这么多人呀，副队长。
你现在开运动模糊啊？不是，不让我开，他们都晕。不是你运动模糊，你转身的时候你根本就看不到四周的方向，知道吧？狗都不开，反应快呀、啊！啊，不快，一样的。近战猛。这么搁这造谣了。真瞎呀，这哥们！是哪来的？他是打倒的吗？对面，对面。开启瑞沙模式，兄弟们！小房子，楼下也有，楼下楼下一楼。你们干啥呢？我后边，我他妈看后边这个呢。哈哈，走吧走吧。哎呀，烦死了！嘚儿的，就这就完了。这边队长太菜了耶，不跟上啊，什么操作呀，受不了他了。我要听他屁股有个人没敢跟你，我怕他背刺咱俩。队长有点菜，兄弟们理解。现在我玩雪地，雪地主要现在被竞技移除了，不好玩那个图。你爱玩啊？好玩啊，那个图 DBS 满地都是，那是我的成名之图，好吗？哈哈，我有一点印象。那图 DBS 你是打那个就是空投洞的时候，杀了挺多，42个是吧？我还看了呢。那个时候，专门看了呢，专门去看了一下。我最高45杀呢，42杀太多了，40几杀特别多，40几杀都记不过来，都没有印象了。我就记得我45杀，42杀呢。十几杀，妈忘了给。
反正就是四十个起步，那时候你应该模仿我的，知道吧？模仿你个屁！模仿你，不模仿，那你活该。我那时候都没打单身。对呀、啊，所以说呀、啊，你模仿我吧，模仿我，你就是第三个，你就是神秘嘉宾皮皮羊了，你就有牌面了。一百个人的好玩。右边四个，这个防区呢？右边防区啊，对呀、啊。咱俩稳一点，这种模式打绝圈时间很长，很有意思的。慢慢打这个，不是很快吗？慢，节奏会慢的，就是每个圈都会慢的很，在你这打靶很爽的。我操 ，DBS 兄弟们，在这个头他妈捡到 DBS 了，因为我们在光圈内，知道吧？就平常在竞技模式里边没这个光圈，我们是捡不着的。但是我们现在在光圈内就可以捡到了。这图没有 DBS 吗？竞技模式没有。啊？你不玩，你当然不知道了。啊，对，我这图不玩喷。我是什么图都玩 DBS， 那、啊、没有人能比我更了解他，我手都会杀人去。我讲全网没有比我更懂 DBS 的，我看那些主播啊，我看那些就是抖音那些主播拿 DBS 特别僵硬，我操，贼丑陋，还往上传视频呢。咱这 DBS 出神入化。我可以捡那个包，然后扶人，那个包老爽了，兄弟。打肌肉包啊，打架的时候啪嚓一个肌肉包缠上，满了。哦，来了。你放心倒吧，兄弟。我一把 DBS 一个肌肉包。靠，我好像还可以给你打包啊。那你是废废的了，你。咋的了？很好用的，我充在前面。那不是废废的吗？在前面就行了。我操，全你给干了，牛逼，太他妈无人机呀，全你给干了。好，我也不想啊。来来来，我给你打柴了，我给你打，给你打个包来。他给打了个绷带，我操！绷带，你给我整了个绷带，擦！还不能动？你可以动啊，我不能动啊。啊、哦，跳了四个人呢，还有个老六的，快跑吧！杀了他，给杀了。玩这个东西就得多带点包，不用带什么药了，知道吧？得劲儿。一场比赛可以打三四个局吧。
这应该带妹妹使啥的，让妹妹用啊。对呀，给扶人快，掩护刀，掩护刀，让妹妹带你多多多一点。哎，他要是在背包里边就牛逼了。空投机，打药可以开枪，人家也没啥用。跟着打，跟着打，绝对行啊！现在屁跑了的，什么？哦，路过了。跑了的，这别人的装甲车吧？他路过了。哎，撤了，右边。我就撤声了，反正。我听到了。哎，这里边有一个，这里边有一个。停！上房，上房。跑了，来了，来了，来了。我能复活的，没事。对，这就完成一传四，兄弟们。没打包，你去吧。打呀！办事儿啊！快点儿，来人了。哎，听到那个石头了！哎，两个，两个。我炸他妈的！四个呢！我炸的，我轰炸的，轰炸的。人跑了，我操！哎，打打打，上百上百尾七十五。我一倒，快，投了，我投了。我把这东西丢给你，你扶我三秒钟，快点，把你的副枪认啥了，扶我，把这丢给我，我打样。丢给你，丢给我，还给我，打样。nice， 又来了。他妈的，干嘛？天哪，下呼呼，来他妈三队人，兄弟们，帅呀！要无限复活是吧？看到没？我这一波急中生智，兄弟们，直接就把这个东西的极致发挥了。一个人拿，然后他倒的话就丢给他，然后就还给他。这样的话，只需六秒就可以。满血复活一个人了，以前的话正常来说要十几秒，
要十五秒，现在我只需要六秒，打压三秒，夫人三秒，牛不牛逼，兄弟们？太帅了！来了来了，没事。我得多搞点投掷物，我不需要别的枪，不用投掷物射击。这游戏不用卖98了，现在这游戏免费了。走走走，带我走。终于点拉空投去，没塞套，我操，我都二楼了。那是不是应该你来开局？为啥呢？你不拿个好的好的吗？来来来，走走走，动啊动一点。飞机，还有没有弹着搂搂一个，搂爆一个？是不是？嗯嗯嗯，屋里。他就是他吗？我就说复活呢。有车没人吗？我的妈！正常30个，走吧，就是30个空投，你这都不知道，普通模式就这样。我知道，双黄蛋就30个，他妈的，30个你知道吗？有车，开车开车，30个空投，得32个。老爽了，这空投不计下，把他们干了，空投就是我们的了，副队长。妈的，这玩意儿不行，给队友用一点没。又来车了，打个烟我接你，快点打个烟。我用石头，来个烟。没有没有，这有石头。轮子没了，没事。完了完了，往这边开，我操啊！他在向队长打他，我操！这怎么蹲了一个呀？哎呦，两毛！哎呀，直接被干了。不过这个挺好玩的。挺好玩的，操，啤酒零都拿了，哎呀，可惜，再来吧。
这个多好玩呀！把右着叫上，我看右着干嘛了？把我右宝也叫上吧。那叫个医疗兵。三个人够了，三个人太忙了，四个人太乱了，四个人会出现什么场面，知道吗？没有，就是我如果我状态不好的话，我跟着后面就跟傻逼似的，就啥他妈操作也没有，一过去人没了，没意思，知道吗？三个人正好。预言，好的。在这忙着呢。还在睡觉呢，估计。这个天津是黄昏，兄弟们。兄弟们，你们觉得这个 AMT 这个东西好不好玩？拿不拿它？想看我拿的扣个一。救人三秒，打包三秒。哎，那如果我带着这个包，我再自救，会不会三秒呢？嗯，兄弟们，应该也会吧。我俩没有自摸器，刚才有自摸器就好了。哒啦啦啦哒啦哒哒啦啦。跟上局一样，一模一样。嗯。这把不在光圈里。那不签。个屁！我们左手一个无人机，右手一个 ATM， 一 ETM， EMT， 拿个大菠萝，拿个大菠萝，我身上酒，要不要？不要。大菠萝太那个了，可以的，这个图只有一个人能打。OK， 能打，那也给我吧。一打一你还打不过，给我那 ATM， 你拿个无人机吧。我不要。你用过吗？迫击炮兄弟。迫击炮更他妈没用。用过。走去干他们。没枪。下面有个 AK， 走。熔岩混沌 M249， 那叫啥？拜瑞啊，拜瑞。干他，要回来开这个车得了。干，直接冲我，他妈三秒打药，冲啊！
后边左右右后方。哎，我被右边扣了。脸上就一个了。四十，这方向打了我，回打吧，回打吧，错了，自己打吧。我操！啊，我操！离树太近了。哎呀，这逼玩意给别人用是真不行，他妈的！哎呀，摁不着他。这玩意儿就得给自己用，不应该就服人就完了，知道吧？哎，我还得给他打包呢。这个玩意儿一打，这玩意儿就动不了了，为什么呢？哎，就得给自己用，不能给别人用。给别人用的话是太耽误事儿了。哎，这波，妈，就他一个了。准备准备，我已经感受到了，但是服人是真牛逼，是真快耶。没事，我已经找到感觉了。嘟嘟嘟嘟嘟瞄杀瞄不准，对，下次我扔地，然后他自己打。对，刚才我应该扔地上，然后你自己打的，对不对？然后我去打人，绝对不能给队友搞样，学废了。这把我已经找到感觉了。我们已经找到了非常有感觉的感觉。一加四，哎，不对，一加八，二加八。密室钥匙，后面落了个菠萝伞。小熊伞吧？他妈哪来的菠萝伞啊？嗯，差不多。现在还谁有菠萝伞？我又捡到这个了，什么 ATM？ 给我就喜欢那玩意儿了。I very like。
秘密钥匙，兄弟们，秘密钥匙哪有那秃头爽？跟我来。倒了，他倒了。再有一个，捡起来吧，捡起有用。我来，我来。满意了。哎我到了，你没看到他搁那爬呢？这怎么混得很不乐乐了一楼呢？我以为进来了。要不我说你也带一个这玩意儿得了，别带这个破狙了。行啊，哎，走路还挺快，你看我。当然了，走走走，烧完地方。对啊，就你受一个伤，走到的时候就打个医疗包。受一次伤你就打个医疗包，就是急救包。带多带点，带个五六个七八个，就全场就不用打什么药了，这那的了。走。啥密室去？我有这个。哎，你有啥了 ？OK。飞的。超级瞄准一步说。别得，是我给你打。不是可以动吗？但是我得一直对着你，知道吧？只要我不对着你了，就不行了。那你不是蹦迪操作吗？等等等等等，怎么办呀？扔了。等会儿，一会儿再丢了呗。